这个元宵要看颜值，更要有气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FBOYS， 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元宵节我们要在湖南卫视给大家表演新的歌曲，又是全新的风格，非常好，大家一定要记得观看哦。2016湖南卫视元宵节的会进行了哦。幸运成双闹元宵，金冠加多宝凉茶，2016湖南卫视元宵喜乐会，正月15日晚7:30现场直播，招财进宝喝金冠加多宝。